嗨，大家好，天上的宝贝，我就是吃了糖就会奇痒的啊，唐奇痒老师。Hello， 天上的宝贝们，如果喜欢老师的直播，记得啊，表示个爱心啊。大家闷闷坏啦，哎呀，最近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哈，大家似乎都闷坏了啊，可能都窝在家里啦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办公室啦，有点无聊哈、没有关系，老师啊，今天就提供十个星座的宝贝们啊，一些点餐啦，消费上的建议哈，以及提供给大家一些改善的方案。OK， 听好了，我们开始了。我们首先呢先来聊一下风象星座的这个宝宝们哈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双子座的宝宝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双子座的宝宝们特别最喜欢勇于尝鲜。所以千万不要对他们说哦，你怎么不去吃屎？他们可能真的会去吃屎啊，要特别的小心哈。所以老师这边建议双子座的宝宝可以试试我们这个啊，富偏大了哈，喜欢尝鲜，给你最新鲜啊，怎么办？刷点爱心。接下来水瓶座的朋友们啊，最喜欢搞怪了啊，特立独行的，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那在婚姻里面有点危险了啊。要记得水瓶座的先生们，记得要顾虑一下你老婆的感受啊，不然婚姻可能会有经济上的危机哈。不管啊，水瓶座宝宝再怎么怪，富偏大都能满足你的怪。OK， 再来。天秤座的宝宝们，他们就是最典型的有这个选择上的障碍啦哈、他们应该是已经是选择上的末期了哈，无药可救了哈。所以记得，如果要帮天秤座的宝宝朋友们点餐呢，记得今天如果要吃饭，记得三年前就要先问他们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啊、可能也没有办法啊，因为看你的下单解答可能还是会改啊、所以老师这边建议了哈，记得下载我们 Foodpanda 的这个 app 哈、绝对没有办法改善哈，会只会让你有更多的障碍，更多的选择困难啊。那接下来聊聊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啊，首先呢是我一个好朋友啊，蔡亚嘎啊，他这个巨蟹座。宝宝巨蟹座最暖了 啊！在点餐的时候都记得啊，大家喜欢什么啦，我们的朋友喜欢什么啦，一次帮大家全部都备齐，非常的窝心哦。但是心也非常重啊，因为大家变很胖嘛，全部只有他瘦啊，他旁边的好胖，心情好重啊，所以记得要使用富偏大哈、一次东西全部帮你买齐，让他们的肥肉有一次长齐啊。OK， 接下来是双鱼座的宝宝啊，典型的脑波弱啊，只要朋友推荐什么就会吃什么，没什么主见啊，所以这边建议这个双鱼座的宝宝啊，记得使用一下系统的推荐啊，不然老师。真的很怕双鱼座宝宝跟双子座宝宝一起吃它便了，就太臭了啊！再来是我们天蝎座的朋友了啊，天蝎座的朋友最怎么样？重品质了，最懂得享受了，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啊！我的看我今天还含头了啊，我到底捞了？所以懂得享受，你看这爱马仕的丝巾哦，看见不？你有办法被你偷起来干嘛去？这爱马仕的。我们老了怎样呢哈？推荐天蝎座的朋友呢，下载 Foodpanda 点你的所爱，选择高品质啊、这个点餐界的爱马仕啊，绝对能帮你送达啊。过来就是我们土象星座的朋友们啊，现在聊聊牛金牛们啊，是精打细算了啊，最会追求一些优惠啦，来定价一些折扣券啦啊，因为他们钱包是拿来装钱的吗 ？No， 他不是拿来装几点卡的啊，所以推荐牛们记得使用 Panda Pro 啊，订一次就享有无限次的免费外送，非常的划算啊，而且还有超多的优惠券哦。能不用吗牛牛们啊、还行 OK 再来就是最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的朋友了啊，每日点餐要完美啦，餐点的长相也要完美啦，口味也要完美啊啊，典型的人物代表就是我老婆哈李贝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，应该是李贝哈，下面的鸡块一杯给你黑的糖醋酱呀，哦那根两个颗数都爆炸，非常追求完美呢，所以如果要追求完美的处女座朋友记得就是使用富偏大，只要轻松躺在家餐点就帮你完美送达啊，记得了啊处女座朋友，我老没有在讲啊，摩羯宝宝们来了啊，摩羯宝宝们最理性了，完全不会冲动消费啊，然后自己的购物清单啦、完全照着自己的 tempo 在走啊，把手换然后来用没有问题的啊，只要使用 Foodpanda 啊，您就按照自己的清单轻松点 take easy 啊， OK 都没有问题啊，当然有理智的人就下面聊聊这些不理智的人啊，就是我们火象星座的宝宝们了啊，冲动购物型的了啊，典型代表母羊座的宝宝啊，没什么耐性急性子啊，什么都快快快啊 hurry up 了，对不起快快的去拼了啊，有够没耐性的，但是他们特别喜欢下厨做菜啊，那厨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，喜欢做菜喜欢快没有问题，赶快使用 Foodpanda 啊，不管是要生鲜杂货啦或者餐厅美食啦，或者快快来帮你送到家解决您的问题啊。再来就是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了啊，射手座的朋友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点餐最恐怖了，一肚子又什么都想点了，没有关系啊，老师这边推荐您使用 Foodpanda 啊，不管中式西式啦日式美式啦泰式啊韩式啊， Foodpanda 通通能满足您的需求啊啊啊，好了，最后我们的压轴呢，就是我们的啊狮子座宝宝了。狮子座宝宝最死要面子啊，买这么多大手笔了啊，点个菜就跟板凳一样了。朋友点什么就是我请客了，有多死要面子啊？所以老师这边给狮子座一个建议啊，除了要努力赚钱、银子多了之外呢，不如下载Foodpanda吧。生鲜杂货上万种的商品啊，任您选择啊，让你顾了面子啊，又不伤银子啊。OK， 以上呢啊，就老师呢给十个星座做的消费建议啊，建议只有一个，听出来了吗？就是。
下载富片大啊。OK OK 啊，那最后呢，老师这边提供大家一个新用户的开运优惠码，私下进来记得输入是大享五折啊，再加码30次的免费外送哦。记得啦，所有的星座宝宝们啊，记得听老师的话啊，赶快存起来啊，老师会让大家吃得饱啊，他不吃亏啊。那老师自己呢，就是富片大的爱用者了啊，他不止选择多样，而且下单快速啊，啊，简直是懒人福音。虽然这样啊，我就不想点太多了啊，但没关系啦，胖当然不能只有我胖啊，啊不是，老师说棒啊，这么棒的一定要推荐给您了啊，不管您是什么星座啊，只要是外送能解决的事都叫富片大。OK， 我是唐奇阳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收工了，收。啊，哈哈，安娜睡吧，算是蛮漂亮的啦，还是都可以吃哦。可以。羊肉炒面再帮我点一个好不好？可乐加大。啊，收工收工，地铁来啦，要死要死，先你们家隔壁了，想吃什么想点什么，在后面拿烧。啊。这样讲话不是比较好拍吗？是吗？这样老师不会生气吗？他真的不会生气是不是？你觉得他是皮子的很好，不会生气是不是？